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被困在第二关的小月，这关实在是太考验默契了，我只能叮嘱豆豆先随便按他那边的按钮，然后再看看边上机器的情况，也许我们运气好就能过关了呢。OK， 看看边上的房间发生变化没有？哎，有个恒星线路已经亮了，说明我的猜测没错，墙上那钮果然是控制双方机器的。不过让我苦恼的是，我按了很多下都不清楚豆豆那边的情况，他也不敲敲墙壁，一点默契都没有。等会儿，又一个恒星线路亮了，豆豆，你别动刚才按过的按钮，试试其他的，我这边马上就能成功了，就差一条通往你那边房间的线路没亮了。看来这种解密关卡也就一般吧，难度并不是很高，豆豆随便瞎按都快成功了。待会儿我只要按照豆豆尝试的步骤来一遍，这关就可以通过啦。我们必须快点回空岛，我好想念空岛呀。哇，最后一条线路也亮了，豆豆你可以停下了，现在轮到我大显身手了，让我先热身一下。如果我按按钮有用的话，你就赶紧敲墙壁提醒我，我就换其他的按，我要开始了。好，这来一下，下面这个按钮也按一下，我按。有反应了，那我要尝试其他的按钮。中间两个都试一下。左下角有提示，豆豆，你那边是不是成功了？有没有通道出现？豆豆有反应了，看来是成功了。但是我这边怎么没有出现啊？红石线路都亮了，难道是哪里给漏了？再仔细看一下。果然还藏着一条线路啊，不跳起来还发现不了啊。豆豆你先别走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没成功，你再试试其他按钮，可别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啊。机器在不停运作，看来豆豆在疯狂尝试啊。提示出现了，豆豆可以了，我们去下一关吧。争取早点把所有关卡都给过了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我和豆豆要继续前进了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